妹没给家，感觉扣脑袋，怪想他的呢。让小强过瘾没事啊？嗯呢，前两天就回来回娘家。嗯，老话说爹酒妈送，疲惫不长病吗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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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还怪省事儿呢，从事儿没到。嗯呢，这样是省事儿。你爸，你搁这样整，这样也不省事儿。你那逮完吃，咔咔就是刀。这小鸡得有3-4斤的。八月姐快能吃了。嗯。妈给他整吧，我进屋做饭去了。嗯。哎呀，这摄影师这两天瞅得无精打采的，是不是想媳妇了？谁媳妇谁不想啊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丹，今天用我家这个全麦粉做个发面大馒头吃，再炒个肉末粉条。和它四碗面，面里搁点白糖促进发酵，酵母，温水和面。磊磊，你过来。干啥呀？立正。着急呢。给他又洗洗洗切了。行吧。拿点粉条，醒半小时。妈，你上树起油沫儿。粉条子提前给它泡一会儿。张当到了，过来整来吧。到。揉面排气。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面这么给它叠一下子。全都蒸好了，上锅蒸去。蒸半小时。这俩大黄瓜，这蒸馒头啥的，我再蒸最短的。瞅瞅，妈，那也太大了。嗯呐。大的小都有啊。看看这彩街呢，啥事都有啊。炒点黄瓜菜。这黄瓜菜里边搁点葱，搁点姜，搁酱一拌，挺好吃的。全麦大馒头出锅，真好，细圈细圈的。开始炒粉条，肉末搞里头。花椒面、葱花、蒜末、干辣椒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、水。提前煮好的粉条的，煮了3-5分钟。好了，出锅。葱花。哎呀，这粉条子。这玩意儿已上树吗？吃完就得上树了。就干嘛呢？大馒头。甜了点儿已经。挺好吃的。真真好。你说那为啥叫蚂蚁上树？好像都干粉条上了，油抹啥的。咱就加馍了。爸挺会吃的，萝卜干加馒头绝配呀。肉是不是？你再想想吧。这馒头老妹愿意吃，给他留几个。嗯，吃啥都惦着老妹儿啊。人俩一处的，像姐俩似的。吃啥都惦记。嘎嘣嘎嘣的啊！嗯，吃点全麦大馒头，就点蚂蚁上树，没比的了。好吃。今天视频分享到这儿，不要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